是在开拍前为了两个人培养感情，为了更熟悉彼此，所以我去他家住了一个晚上。是我们蛮激烈的那个晚上，真的蛮激情的夜晚，累到就是看电影累到，然后我直接睡死。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累吗？是因为前面我们那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呢要准备要吃饭嘛，结果他突然过来说，哎、欸，要不要伏地挺身？吃饭嘛，为什么要伏地挺身？他说今天还没有练，想说一起运动一下。对，然后他就突然趴下来，然后狂做猛做，我们做了几下，60吧，六七十下。反正我们你就看到两个男生，然后在房间里面那个脸都超红的这样。对，有人一起运动，那个感觉就更不一样，会有一种一起痛苦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他说要看电影，我说好，陪他看，然后他就看，然后就马上睡着，然后就把他叫起来。过了不夸张一分钟，然后他就。然后我让他叫起来，我跟他说最后一次哦，你再睡觉我不叫你。他说好啦，那我这次真的把他看完，然后这次更快，也是一分钟以内。他就我说好吧，算了，就是你真的好累，就让你先休息，我就自己把电影看完这样。对啊，睡同一张床，他不忍心让我睡地上。想到他来我家了，我跟他睡地板，是盖同一条棉被。对，我只有一条，我们就技术上来说是，其实我有另外一条，我把它藏起来了。想说要同盖一张的，没有啦，盖一张。然后他睡觉的时候还会踢我，因为我有习惯卷被子，所以他翻身的那个，然后就很好笑。但他因为他平常真的很怕冷，所以我说棉被就都给他盖没关系，因为我个人还好。我觉得他应该没感觉，他睡死我才抱他的。他会攻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有一次他打给我吧，那个时候他就直接说喂，然后他说。喂，宝贝，我来好了，这么低沉，我来好了。喂，宝贝，你在干嘛？我刚吃完耶。刚吃完什么？干嘛？怎么会想你啊？不然呢？哦，刚吃完。我也很想你。就我们第一次的样子，对，我们第一次就是这样。他是外表看似花心，但是其实很专情。有温柔体贴，胸肌很大，然后帅，然后就是一个暖男，就很大块啊，就是。我想。是什么感觉？左边比较大块的。哦，左边比较大。你有左撇子。你。哦。对。很像在摸那个滑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么凸哦。对，就是很像滑鼠的感觉。现在就没什么好说的，干嘛？你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在旁边看啊，看到我，你们很真挚的在哦。其实刚亲完的两个人走出去都有特别的电感，一个。有吗？都是很紧张啊，因为非常非常。他说什么时候就轮到我们会怎么样？对，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就是亲得很唯美，然后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尤其我又没有相关的经验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怎么办？通常没有，其实不是我们两个，通常是我了。怎么办？教我。然后我那时候都疯狂请教他说要怎么练习，所以还好有你。四位谁最有经验？来，直接指他。我也觉得是他。我们没有讨论过。如果说在，他之前也有拍过。如果说在戏里面，一定是他啦。阿健是一个，一开始不是看似对花心花心，但是其实很专情喜欢。那硕廷，你有感受到星河的经验吗？嗯，我很像那个蚌壳这样，他就是这样。不要再讲蚌壳，不是蚌壳，一个蛤蜊。然后很多粉丝都 tag 我说这是蚌壳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。很可爱，放歌唱放歌，对啊，可爱，我蛮有那个厚度的，然后也蛮软的。我们真的轻轻拍了很久，对，因为我们有很多颗的不一样的镜位要瞧啊，所以我们来前前后后应该亲了20几次吧。对，我们是一吻再吻，就是我们到后面的嘴唇都亲到都变辣辣的，对，就辣辣的，一直吸吧，有可能，就在吸啊，吐托语，互吸，吐托语。
好，预备，倒数3、2、1，开始。哦，呼吸，呼吸，深呼吸。老婆，含氧量过高了，感觉会脱序。10、9、8，加速，加速，加速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最后一张。我看一下有几张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张。十张的耶。8张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哎，作弊！不小心用到的。3，还是不好放。2，没有放进去。对啊。到第7张都在开始。第7张开始好破坏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平手。没有吧？他们有重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好大！你是谁？哎。3、2、1，开始。CP 就各赢一关，所以惩罚呢就是要两组都要进去。哎，笑什么？我也爱你啦！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太激烈了。About You， 默默的我，不默的我们，是不关于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的校园恋爱故事。记得。